孙燕姿30日一早报喜啦，第二胎女宝宝平安出生，一家四口凑成一个好字。她也特地在网上跟大家分享喜讯，文中写下迎接新女成员。她出生2.79公斤，还搞笑的说，女儿状态是东张西望，妈妈状态报告总结母女平安，这另类的报告书小翻所有粉丝。而他还贴出两张照片，其中一张他抱着宝宝，微微露出孩子的侧脸，而另一张则是一家四口的家庭画，光这两张照片就足以让人感动到不行。这样的喜讯也让粉丝纷纷留言恭喜偶像呢。